有人说戏如人生，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梦，有人说梦里面有故事，但故事该怎样开头呢？人生最重要的又是什么？40.1116.6，一定要记住，40.1116.6，40.1116.6。这串数字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。我叫许诺，我的意识里总是会出现一些幻觉，一些陌生的人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，根本分不清是幻觉还是在梦里，或者。是真的发生过的。还是拿铁。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呀。是啊，我女朋友终于答应嫁给我了。恭喜恭喜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实在不好意思。啊，没关系。嗯，那个，你喝什么？我再去帮你买一杯吧。不用，这杯是会员赠送的。你喝什么？我一块买了吧。卡布奇诺。美女，你的咖啡。美女，你的咖啡。把手给我。想你了，见个面吧。夏天是你真名吗？你见过用真名的微信吗？我的就是真名啊。
越来越好奇，你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又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？你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喂。我住在北方，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想起了他。喂，许诺，你大爷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哥，你这真牛逼，老大这么在意的客户，今天约的见面会就因为你没来取消了。老大那个脾气你也清楚，这事儿兄弟你扛了，你别再怪我。晚上见面聊。行，老弟房间。天空咚咚咚咚咚咚飘来几个字儿，什么他都不是事儿。但许诺你大爷，哥们替你背了这么大一黑锅，你现在阴沉着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被姑娘甩了？你甩姑娘了？我知道了，你喜欢上一个姑娘，结果被一个你不喜欢上的姑娘给缠上了。除了姑娘女人，你丫脑袋里装的是汤吗？嗯，汤，对呀，我满脑子装的都是正能量的心灵鸡汤。东南亚丛林老虎猪汤。哎，你别这么夸我，猪可是全世界最聪明的，是吧？我就这么聪明。不是猪头的猪，是蜘蛛的猪。你呀，智商为零的动物。耗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最聪明，你帮我分析一下，你说他是哪根筋搭错了？陆小凤是我们公司第一大客户，老大特别在意，许诺放了陆总鸽子，你说你胆儿是不是也忒大了吧你？哎，许诺，你平时不这样啊？怎么了？难不成你又遇到什么灵异事件了？这次是什么？两点多我去送机，回来的路上我撞了人，但是根本什么都没有。猜猜我是谁？ Mary。 不是。Sunny。 也不是啦，那就是 Avery。 哼，别猜了。瑶瑶，别生气了，我开玩笑呢。瑶瑶，逗你玩呢。真调皮。哎，许诺，我妈妈今天做了好吃的，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。今天要不就算了吧，最近公司比较忙的，我今晚还要加班呢。
许诺，那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妈呀？要不等我工作稳定以后。老板，两份捞面。好的。还是来一份吧。好。怎么就买了一份呀？中午吃饱了不饿，你吃吧。来，吃块肉。真的吃不下了。再反抗就吃两块。啊。啊。哎，不然你也炒股吧。我又不会。不会你可以学嘛。干嘛要学啊？可是我妈问你什么时候买房子。没房子就不结婚吗？那没房子怎么结婚啊？将来孩子住哪？北京房价太高了，租房又不影响结婚。那你到底要不要娶我？那你到底嫁我还是嫁房子吗？许诺，别喝了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曲瑶多好啊，又是北京姑娘，你跟她结婚至少让你少奋斗十年，何况什么购房资格、汽车摇号这些小事儿。你们俩一结婚，孩子一出生那就是北京人，随便考个分就能在北京上大学，比咱们哥几个有前途多了。是啊，咱们外地的孩子想考个北京的大学多难啊。想当年咱们可都是人中龙凤，父母以为我们到北京能够飞黄腾达，可现在毕业几年不还是这样吗？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许诺，想什么呢？你们问我想怎么样？好，我告诉你们，什么户口，什么大学，什么北京姑娘，我只想让这些全部滚蛋。好，全他们滚蛋！来，为滚蛋干杯！24号，全球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，亚太股市全线下跌，欧暴跌，市值蒸发超过了5000亿欧元。香港恒生指数24日跳空低开803点，随后大幅急挫，收报21252点，连续7天下跌。东京股市24日也大幅下跌。你打个车吧。算了，我想吹吹风。慢点啊。也不知道夏天在哪儿，新疆要是跟夏天还在一起该挺好啊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但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。慢点啊。
四零点一，幺幺六点六，一定要记住，四零点一，幺幺六点六。还是拿铁。哦。你好像气色不错。是啊，我女朋友终于答应嫁给我了。恭喜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有病吧？哎。喂，你到哪里了？看见咖啡厅了吧？我出来接你了。我穿白衬衣，牛仔短裤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我刚才在咖啡厅又产生幻觉了，我好像回到了和曲瑶认识的那一天。哎，但曲瑶竟然不认识我。谁是曲瑶啊？曲瑶啊，哎，你牙脑子也被撞坏了。不是，他这次哥们真不知道谁是曲瑶啊。今年几号？四月十八。哪一年？你猜。喂，老大。好，马上过去。请进。老大，这是今天和陆总见面的内容。他喜欢安静，我定在蔚蓝西餐厅，离公司2公里，那儿有陆总最爱吃的意大利面。没想到许诺这次办事儿这么细腻。上次没来耽误了这件事儿，所以这次。上次？哦，没什么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去忙了。想你了，见个面吧。夏天不是你的真名吗？你见过用真名的微信吗？我的就是真名啊。越来越好奇，你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们见个面吧。许诺你好，我是宋小倩。第一次见网友还真有点紧张。我们认识了快2年，无话不谈，怎么能叫网友呢？哎，今天公司太忙了。周一可真难打发。哎，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吧？你又不上班，周一和周末有什么区别啊？当然有区别了，区别很大，没人陪我呀。你又不是小孩，没人陪自己玩呗。我就是自己玩啊，逛街逛的脚都疼了，才买了3双鞋一个包。
没你在怎么都感觉特无聊。要不你别上班了。不上班我吃什么呀？要不你随便找个工作打发打发时间。天哪，那岂不是更无聊？我才不要，我就要你陪我。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这么可怜呀、吃好吃的去走。这么晚了这次就别走了。咱俩网上认识两年多，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只知道你的名字，你的生活对我完全是封闭的，我甚至连你住哪儿我都不知道。亲爱的，这些重要吗？我是爱你的，心是你的，身体也是你的，这还不够吗？既然你爱我，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你的一切？亲爱的，我们在一起开心就好了，这才是真爱呀。真爱就只有这么多吗？亲爱的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早点休息，我爱你。40.1 116.6，一定要记住，40.1 116.6。还是拿铁。对了，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你女朋友不是同意嫁给你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还真被我猜对了。谢谢。什么事儿？我刚才又回到咖啡厅，又产生幻觉，又回到和曲瑶认识的那一天了。
曲瑶。曲瑶啊，你为什么不认识曲瑶？但哥们真不认识谁是曲瑶啊。今天又是4月18号。啊，4月18号。又是2015年。你猜。为什么又说又是？请进。老大，这是今天和陆总见面的内容。他喜欢安静，我定在蔚蓝西餐厅。离公司2公里，那有陆总最爱吃的意大利面。没想到啊，许诺，这次办事儿这么细腻。老大，从我进公司，你就戴同一条项链，有什么含义吗？啊，老大，陆总的项目你就放心交给我好了，我先去忙了。想你了，见个面吧。为什么要见呢？见面可能会从此断了联系。好悲观啊。也可能见了面就永远在一起了呀。现在这样的距离不是最美的吗？越来越好奇，你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的故事。长大了你有什么心愿？我想有一个透明屋顶的房子，和你躺在里面数星星。你是喜欢星星呢，还是喜欢玫瑰？许诺，许诺，我爱你。星星和玫瑰都不及我爱你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去哪儿？随便走吧，往前开。夏天。许诺，你这是开的谁的车呀？刚买的。买的？你买车怎么也没告诉我呀？快上车，一会儿还有惊喜。
闭上眼，将银存款你再挣。睁开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就是给你的透明屋顶的房子。许诺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这辈子永远和你在一起，少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行。有没有那么一刻突然想放弃一切回到过去？有。我还以为像你这么乐天派的人是不会有悲伤的，看来什么样的人生都不一定完美。你的人生不就是完美的吗？为什么这么感慨？你不是我，我也不是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，或者是秘密。如果可以选择一种特异功能，你选什么？特异功能？能给个选项吗？比如飞人、不死身、穿墙术，或者……或者什么？时空穿越。时空穿越？穿越回古代嫁给爱新觉罗四爷？也可能只是在自己的生命里穿梭，回到过去，或者看到未来。那穿梭的过程中可以改变命运吗？不知道。看得到结局又改变不了，这样的超能力我不要也罢。不管过去发生什么，这一刻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当然，什么都会过去，也没什么是放不下的。天哪，明天早上早会，不行，我要去找李松。嗯，好，好的，王总。对，明天早上的飞机。那明天我们落地一起吃饭。嗯，好。那你跟徐总也说一声，
那你也早点休息。好，那我们明天见了。拜拜。哎，亲爱的，我明天可能要去趟上海，可能没有时间陪你去度假村了，你一个人去吧。怎么了？每次说好的旅行你总是去不了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不是窝在酒店就是在孤独的岛上，要么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国家。好吧，下次我一定陪你去。每次都那么说。好了，自从认识我那一天起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工作性质。我也想每天陪着你啊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。今晚去我那儿吧。还是送我回去吧，明天早上就要飞上海了，好多工作都没做完呢。我到了，慢点开车啊。回家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哎，王总，哎，知道了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要是再跌下去啊，别说喝酒，哥们儿连饭都吃不起了。我不告你别全投进去吗？你怎么不听我的？小金跟我说他有什么内部消息，跟我说什么人生能有几回搏。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心想搏就搏一次呗。信一行把钱都砸里边了，反正当时也没考虑你的话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也都是我太贪心，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。再这么跌下去，大不了我学人家跳楼呗。现在是个人就说有内部消息，你丫活该，谁让你轻信别人的。哎，许诺，最近怎么样？哎，不怎么样，这件事儿还在发生，但我没办法改变。4.1 116.6，一定要记住，4.1 116.6。还有完没完了？到底还要再来多少次？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梦还是真的？你的问题可真多，这一切当然是真的，一定要记住，
40.1 116.6。又是你，这么多年来连台词都没有一点新意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啊。如果从现在开始算，许诺，我应该是10年后的你。开什么玩笑，10年后的我干嘛一直跟着现在的我？我又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在等你救我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救你自己，因为你是异能者，所以你所看到的，不管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，还是别人身上的事情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异能者，简直就是荒谬！我这一定是在做梦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但你一定要记住，40.1 116.6。等你找到了答案，你自然会相信这一切。这串数字到底代表什么？数字的答案必须你自己去找，否则就会失效。快点找到答案，你就会明白一切。还是拿铁。什么都不喝。哦，对了，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小雪。小雪，真好听。既然两个人相爱，就不要虚度在一起的每分每秒。如果某一天因为误会，他离开了你，记得一定找他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好了呢？其实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事儿。接你了。我穿白衬衣，牛仔短裤。你是曲瑶吧？你这么快就到了？我不是你要等的人。那你是？你等的人很快就到，将来你会和他结婚，一定要记住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。你好，我是秋阳。你是曲瑶吧？请进。我正要找你呢。我知道，这是今天跟陆总的见面内容。生活中不只有工作，别让自己太累了。
想你了，见个面吧。为什么要见呢？见面可能会从此断了联系。好悲观啊。也可能见了面就永远在一起了呀。我们只是网友，珍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吧。其实许诺，其实我最了解你，你对待感情完全是走神啊。不过我绝对相信你说的全都是真的。这事儿要发生在常人身上吧，那可不一定，但是许诺，哥们儿我信。我有个事儿啊，许诺，你穿越的时候见没见到我老婆是谁，是哪儿人，有没有钱？我告诉你吧，你将来会娶个大明星，住大洋房，开大豪车。真的？哎呦，哎呦呦，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！我这你是不是傻？啊，飞黄腾腾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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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快快快，逗你呢！你真逗我呢，徐诺。不是，你想呀，这些事情都是我无法控制的。我怎么可能看到你们所想要看到的东西啊？那，你见过十年后的你吗？你见过十年后的自己吗？每次我出现幻觉的时候，都是在我接近死亡的时候。那就让许诺再死一次。他就这，去你丫的！不是我只是说个比方，我也不可能让你冒生命危险，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许诺，这穿越的事儿，要不然你就别想了。既然这么危险，对对对对，咱们也犯不上，不想了啊，冒这么大危险。许诺，兄弟，这有句话憋着心里好多年。啊，那你就别说。哎，其实吧，那个我也挺喜欢夏天。你太不仗义了啊！夺兄弟所爱。我不是，你别说话，我最瞧不起你这种人，你还敢追，这就够不要脸了。我就是心里想个想。更不行，许诺，这种人是我最瞧不起，夺兄弟所爱，这哪有这样的人啊？像我堂堂正正、明明白白的，我就敢跟大家说。其实我也挺喜欢夏天的，但你行不行了？真是的，但是我对夏天绝对是同学般的友情，特别纯真。王八蛋！其实我倒想知道，为什么你跟夏天会分开？对呀，你说不就是一个口红印的事儿吗？你干嘛不跟他道个歉啊？哄哄就好了。道歉有用吗？当初呢，我给他打过电话，发过短信。后来一想，可能就是年轻时犯的错吧。初恋嘛，谁都想可能会遇到个更好的。许诺，你要是现在心里还惦记着夏天，你再找找他呗。对啊，再找找他。我找过他，后来发现他们移民了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喝酒。哎，喝酒，喝酒。今夜咱们不醉不归。是不是你叫的酒啊，燕京？多屌丝的酒，就你能叫得出来，真难喝。我叫的雪花啊，不是。
到底代表什么？哪有这种？许诺，我爱你。猜猜我是谁？我只要这辈子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星星和玫瑰都不尽管。还是拿给。你是我？你果然是我，这么容易就认出了我是你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现在的我和十年后的我，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空里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让人相信？因为你是异能者，现在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可以回答你，但只有三分钟。三分钟。我之前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所以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见到你的方法。我找了整整十年才设定了这个坐标，只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，你出现意外，我才能进入到你的时空里。这三分钟是相对静止的，但也是唯一的。我可以帮你选择回到任何一个时空里，而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那你会到哪里？你就是我。这样说不通啊。假设你没有救我，我早就死了很多次了。我死了，你又在哪里？其实我并没有救你，没有我，那几次你都可以死里逃生。我只是借助意外发生时你内心的恐惧，传递坐标信息给你。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你打算回到哪个时空里？我也可以不选，对吗？当然。如果过去的时光没有任何让你留恋的，你可以不选。我有，和夏天在一起的哪一天都行。这个选择啊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后悔。那你想不想知道夏天为什么离开你？我当然知道，是因为误会。我还是带你去看一下吧。
我总得为我自己负责吧。我能够容忍你的幼稚，因为我花了10年的时间让自己走向成熟。我说这些话也是为了你好，因为你就是我。如果你是我的话，根本就不会说这种话。我爱夏天你是知道的，难道你忘了10年前的感觉了吗？我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变成你。好啊，那我们打一个赌，假如他真的是个植物人，你愿意下半辈子耗在他身上吗？我愿意，我不后悔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了解你的脾气，是因为你就是我。但是我极度反感这样的自己，为什么你不听我的？这是我花了10年的时间积累的经验和教训，为什么你不听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爱夏天，我会永远爱他。我也会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我也会好好争取和夏天在一起的日子吧。这10年虽然很苦，但是我不后悔。还是拿铁。嗯，你看起来气色不错。是啊，我女朋友终于同意嫁给我了。啊、哦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美女，你的咖啡。把手给我。怎么哭了？长大了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嗯，我想有一间透明屋顶的房子，和你躺在里面数星星。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初恋时，我们不懂爱情。可是初恋一定会封存在每个人心底里最干净最美好的地方，封存的再美好也会有遗憾的。为什么要有遗憾啊？我不要有遗憾，我要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的爱情，永远都不分开。无论发生什么吗？
无论发生什么。如果有一天你生了一场重病，你会怕我难过而转身离开吗？只要你不走，你愿意陪着我，多苦多痛我都会牵着你的手。你是喜欢星星还是玫瑰？许诺，许诺，我爱你。星星和玫瑰都不及我爱你。这是花露水，给你多喷点。昨天我被蚊子咬了个大包，我就想，又到了你最喜欢的季节了。你一直都那么爱笑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你却睡着了。等你睡醒了，我们去爬山吧，看好多好多的花，各种颜色的，都插在家里面。对了，我还买了好多的花瓶，你肯定特别喜欢。还记得我刚选集大师给你写的那首歌吗？你一直嘲笑我像个流浪歌手，你现在想听吗？我可以弹给你听。我去拿吉他，你等我。Thank you.